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今天给大家演讲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来开讲啊，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在此以前呢，我知道他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特别能说的人，然后当他们得知今天这位嘉宾要来开讲的时候，他们都统一地给出了三个字的答案：不科学。所以我们先来听一听他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对他是如何形容的，请看大屏幕。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奇隆。我是文章。我是萧敬腾。这一次终于轮到你了。在我眼中的他是一个非常诚恳很努力，是一个对音乐对他的事业是一个非常非常执着的一个大男孩。他是真的很可爱的一个人。他和之间的感情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非常非常让我羡慕。我把他当弟弟看，不过你要照顾好我妹妹啊。听说来到开讲了的舞台上，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今天听说来上这个我都不敢上的节目，我个人表示非常的惊讶以及期待。我相信呢，平时在朋友面前话不多的他，如果真的打开他的心扉，一定能讲得很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对说，开讲了，加油！这个介绍的阵容相当的豪华啊，在萧敬腾刚才那句话深深的刺伤了我。他对我们这位嘉宾说：“这次终于轮到你了。”在他心目中开讲了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难道是一个折磨嘉宾的地方吗？对呀。好了，我们不多说了，让我们把话留给即将登台的这位开讲嘉宾吧，掌声有请张杰。谢谢，请坐。你们喊了几十声，都不带喊我一声的。我还没有跟大家打招呼是吧？开讲了，现场的同学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杰。我跟张杰也认识了很久，但是确实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很腼腆的人，我同样和你们一起充满了期待。掌声有请张杰开讲。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叫做磨难是最好的礼物。十年到现在，我就是想一想我有什么样的磨难，最大的磨难是什么。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就是今天吧。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讲特别的一个时间和地点，因为今天我开讲了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上海。上海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高峰，也是我人生的一个低谷。因为我在上海2004年起步的，然后也是在上海有了这样的一个跌倒。我觉得我好热。
我不要唱歌，我一定要唱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一定要做一个难一点的事情。好，我来了。因为其实可能现在让我想以前的事情，我可能有些我有点选择性失忆，我可能就不想去想就是太困难的事情，太多磨难的事情，因为我就是很开心自己唱歌能够被大家喜欢，然后到那时候大学都会勤工俭学，我自己去我学的是旅游与酒店，然后那时候我们要实习，所以我就去到酒吧去。白天当服务员，晚上呢就可以在那儿唱歌。然后在那个，那时候我觉得，其实，经济状况还可以，因为我在外面就是唱歌的话，就对于大学生来讲，然后我就可以一边去把这些钱拿来交学费，然后还可以去自己买一个电脑，然后还可以补贴家用，我觉得还蛮顺利的。然后自己好像也长大成人的感觉，就觉得以后应该就是这样了。啊，我结果到后面呢，我也当然也会参加一些校园比赛啊什么的，然后我其实不是为了我要今后要把自己当明星怎么样的，因为我就是想认识更多的唱歌好的人，然后唱更多的歌给他们听。再后来呢，我就有点紧张了，现在再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在这个公交车的一个广告牌上面看到了一个比赛的一个广告，唱歌比赛它是全国性的，那时这个广告它是在这个比赛叫做我行我秀，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长途的一个旅行，就来到上海。然后但那时候的比赛呢，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要去拿冠军，我也不敢去拿冠军，但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吸引，得了冠军呢就可以跟当时的评委，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偶像张学友先生一起来合唱歌曲。然后那时候我呢准备了一首中文歌给大家，叫做《北斗星的爱》。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现在记得我唱完之后，我站在前面等待张学友的点评。有个画面是这样的，张学友说：“张学友你好。”我就说：“张学友你好。”最后呢，我还真的就拿了冠军。The winner is 张杰。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杨总以及 Carol 来颁发这冠军的讲座，谢谢两位。但是你知道，拿了冠军那一刻，大家看得到，大家可以看回放，我那下的那个表情是非常惊恐的。其实，我其实真的不想签约了，不想做艺人，不想面对镜头。然后我自己呢也煎熬了一个月，最后我。还是因为就是我妈给我打电话，她说人家做了那么大一个比赛，就是这么多人来参加，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不签约的话，你其实会让别人很难堪的，顾全大局，我就签约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面对摄像机，自己拿着手机在那儿，大家好，我是张杰，然后等半天才说啊，我应该说什么，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锻炼自己的说话的能力。然后到后面呢，我就开始就发专辑啊，那时候也领到了最受欢迎的新人的奖啊这样的。但是两年之后呢，就是突然经纪公司的高层有了一个变动，然后我突然自己几乎就是唱歌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就生活也变得困难。那时候好像也
就是没有什么钱了，突然就是就每次没钱的时候，卡里面有时候就会多一些钱出来，啊，然后我就后面我才发现那就是家里人打给我的，啊，他们也不愿意讲。有一天我觉得心里面难受了，然后我就跟我妈打电话，我妈呢睡了，然后那时候呢她在那个做一个米线的生意哈，然后在经营。我告诉过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睡在那个烧那个蜂窝煤的那个地方，因为他有很多那个有毒气体。然后打电话就发现他还睡在那儿，我就跟他很急，我就觉得你怎么老睡在那儿呢？我说你能不能睡在就是离那远的地方，睡在家里面好不好？然后呢，我就其实埋怨他，很大声的埋怨他。就是他，我也听妈妈也没说话，然后我自己呢就。觉得两年了好不好，我觉得做艺人两年了，我反倒没有去帮家里去分担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在电话里面说，哎呀妈，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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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讲对不起。因为我那时候才21、22岁嘛，然后也没有去过大的城市，我每次去上地铁然后去看到那些人，就是大家都是很陌生的一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自己呢也不知道我明天要干嘛后天要干嘛，心里压力最多的时候或者最艰难的选择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过啊，我要不要算了，我就回去继续做歌手，继续在酒吧唱歌吧，我觉得那样至少就是可以挣到钱，就自己生活真的没问题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几千块对于家里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多的数字。我自己就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就是封闭起来，然后就自己去二手音像店去买一个调音台，然后我就在家里面每天对着墙唱歌，然后就把自己所有喜欢的歌都唱出来。那时候唱的最多的是《年轻的战场》吧，然后就觉得就觉得很适合我当时那个心情。就有一天在唱歌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电视有一个广告，另外一个比赛，那个比赛可以让上亿的人能够听到我唱歌，我觉得这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我一定要唱给大家听，所以我就开始问我的朋友，我说我要去参加这个，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所有的朋友都是反对的，当时支持我的是娜娜，她一直在背后支持我，她觉得加油，你一定可以。然后我汇总了大家所有的建议之后，我自己想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觉得哇，一生难忘啊，就觉得我估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会自己跟自己讲话。然后就张姐你要去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啊，我就去吧，这是一个很好唱歌的一个机会。好多人会怎么想你，他们有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啊，没关系，别人看法是别人的看法，你只要自己唱就开心就好了。然后说好吧，我听你的。然后我记得我到了成都的那个报名，去成都的现场，当我拿起那个身份证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拍我，然后很多的媒体啊都在拍我，然后那个画面就像这个慢镜头一样，
很多人说，哎，他是哥，他是张杰，他为什么来参加比赛？然后很多人说，哎，那是我的偶像吗？为什么他是来做嘉宾的吗？啊，怎么样？就各种的说法。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多压力。那时候的新闻啊，就是张杰就是叛逃啊。其实那三个月啊，其实是我真的压力最大的三个月。然后就是压多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能盖着被子就开始哭，哭几个小时，然后就哭累了，然后就睡了。睡完之后就哎，第二天继续的跟大家练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看到张杰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表情。之后呢其实自己也一直在受到一些舆论啊，或者一些打击啊，就是很多很多话，你叫众口铄金，击毁箫鼓。我唱歌的时候是最有自信的，但是那段时间我站在舞台上面，我都没有自信。那段时间每天我就要去散散心，然后娜娜就陪着我，然后我们就走一走，然后散散心，然后跟我讲很多。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他，就是让我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样我唱一个那个清唱两句好吧。若没有滴水穿石寂寞的洗礼，那是喜欢不是爱，无刻骨铭心。若没有交出自己每一点余地，这份爱不配你的名字。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再多艰辛我都很乐意，只想抱着你，陪着你，不言不语也是风和日丽。因为爱情来得不容易，再多误解我都很乐意，只想抱着你，保护你，有种不离不弃叫珍惜。我想告诉大家，一路上你们遇到，你可能自己可以伤心，可以某些事情逃避，你也可以被打击，但是你一定要，你必须要学会勇敢。大家应该感谢你现在遇到的这些不公平，遇到这些磨难，因为其实这些磨难真的会让你成长，这些磨难才会是你们人生当中最好的礼物。一定要把我搞成这样吗？你们还想听什么？自己的，哎呀，我就觉得老天真的太公平了，就自己不会表达，然后自己也不会去解释。遇到误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都是我的问题啊，都是我的问题。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样讲了，就一切就烟消云散了吧。然后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那年真的是我就是压力最大的一年，就是遇到的各种的说法。那时候的新闻啊，就是张杰借人上位啊，
我记得2010年来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在台上，其实我想很投入的唱歌，但是我那次真的就整个人是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我看到大家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在讨厌我吗？他们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我想离开就离开了吧。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我无论怎么样，我还是会一直的去用我的歌里面的爱去抚慰他们。我一直觉得歌迷的爱不是简单的爱，我觉得歌迷的爱跟其实有时候胜过家人。不要嘲笑歌迷，他们根本就不懂。其实我们的故事有很多，其实有很多，但是我每次遇到，我觉得有一个故事很让我感动，就是有一次我回到上海，我来做一次演唱会，我是不是要擦上？我在做一个演唱会。我早上6点过去起来，然后到浦东机场，然后那天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送我，然后呢他们就已经帮我打好了车，他们就帮我去前台去叫什么，就是退房，然后我拿着行李，他们帮我拿着行李，我很记得那一幕。我上了那个出租车的时候，我转身看着他们，大家就是眼含热泪的在跟我道别，心里面，我觉得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是：张杰，我相信你可以很好。我转身，我觉得那个给我的鼓励是最大的，我才可以重新出发，不怕质疑，因为我知道。在他们心里面哈，我是唱的最好的。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张杰，谢谢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年轻人，谢谢各位，请坐。你知道感冒的时候做节目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特别巧妙地掩饰我的情感，尤其刚才张杰在上面讲，我坐在下面偶尔会有那种眼泪涌上眼眶的冲动的时候，我的同事会这么看着我的时候，我会假装的但张杰很有意思，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在我印象中只有一个人有同样的习惯，那就是当年周润发演的赌神，他在每次摸牌之前会转自己戒指，我一直在看他，一直在摸，一直在摸，每次当他说话的时候或者当他思考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一直在摸，而且他这个戒指就是他无名指上的这个戒指。接下来现场八位青年代表，他们在听演讲的过程中写了很多，我的天，这都是什么呀，写在黑板上石动燃具，请问什么意思？没有，我觉得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根据时代的变迁和现场的情况来发掘它的新的含义。我写这个词的意思是，我听完张杰的演讲，我感觉到十分的感动，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拒绝这样子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他刚刚提到说，他最困难的时候，你可能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去唱歌，你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你要一遍一遍的跟她重复着对不起，你还听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谣言，那么这个时候梦想对于你来说已经不能给你带来快乐了，它给你带来的都是压力和压抑，那么这个时候你去追逐这个梦想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逼你去做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人想看到你不快乐。我可能没有多大的出息，但是我每一天都很快乐，我以一种积极的状态影响着周围的人，难道这样的平凡是一种罪过吗？我刚才也听见你在演讲里说，在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曾经晚上自己一个人会蒙在被子里哭很久，一直到把自己哭累了然后睡着，所以我听了他的问题，我同样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有人喜欢平淡过一生，其实我也是喜欢平淡过一生的，但是在这里面我多了一个热情，多了一个梦，多了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就是喜欢舞台，我觉得我没有舞台我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只有唱歌才能给我快乐，我只有看到了我唱完歌之后大家的那种明白懂得享受的感觉，我觉得我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是这样考虑的。我觉得不管是选择含着泪水去坚持，还是含着笑容看开了放弃，不管怎样都是值得尊重的，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你现在的你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你，耍嘴皮子的事情让小撒老师做就足够了。谢谢。你以为在生活中他身边耍嘴皮子的人少吗？下一个，你俩自己猜丁格吧。好，我没说是赢了的先说，输了的先说。我们这里规则经常会换。小撒哥好，张杰老师好。是您来的太突然了。这个对，有点没有反过来。就是我刚才其实我现场听张杰您唱歌是第一次，但是我已经被打动到了，而且我有一个发现，就是在电视机前面听张杰唱歌和在现场前面听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真实的感染力能感染到我。那当然，电视机上的喇叭才多大点，现场这音响效果，可能我家的那个音响还不太好。可能我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还有一部分人质疑张杰，说张杰唱歌高音很好，但是呢不走心，不走心不等于会唱歌啊，这是两个概念。对于他们质疑你用高音炫技这种质疑声，你是怎么看的？好，你这个问题很好，你这个问题也是我终于有人问到音乐专业的问题了。其实它涉及到的是一个艺术表达的问题，是用技巧还是用真诚？因为这个东西会怎么讲，首先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是第二点我觉得音乐真的是需要经验的积累，
或人生的积累。因为我承认，因为每次我在最早出道的时候，每次出来大家那个导演组都会，张杰你来飙个高音怎么样，证明一下怎么怎么样。那其实最早是这样做，但是呢给大家留的印象是这个，但我又是不太善表达，所以有很多东西就大家中间就过了。但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自己有更多的经历，然后每一个时期，比如说我发最美的太阳的时候，那个时期我的心里的状态就是非常真实的状态，就是很感谢很多的歌迷和帮助我的人一起往前冲，所以我的那个情绪是非常浓烈的。比如说我在发那个明天过后的那张唱片的时候，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的掺杂了很多情感的东西，就是那个爱情的啊，然后再发这就是爱的时候，又会有很多大爱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一点都不是不屑，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理解的权利。我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想来见证的话，可以11月30号在广州来见证一下。来吧，解释一下。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词儿 ，change 改变 ，change。我在想，其实有些方面我跟杰哥还挺像的。比如说，我原来是学电子的一个工科的学生，现在我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做的是新闻媒体类的工作。杰哥原来也是学的是旅游管理这一块的，但是现在是走上了声乐的道路，成为一名艺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巨大的改变。其实改变自己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杰哥，25岁的时候，你第二次参加了比赛。但是对于很多青年的艺人来说，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越年轻越好。那个时候，比起20岁的人，你是25岁，已经没有什么年纪上的优势了。我的天！我想问一下，当时第二次二十五岁已经没有年纪上的优势。第二次参加比赛，你觉得你最大的资本是什么？用一个词告诉我。我觉得是实力吧。哇。这个词说实话非常简单，但是非常让人震撼。本身我觉得除了对自己的自信之外，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机会的。比如说我自己大学毕业之后涉足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一个人到南京去工作，南京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完全一个陌生的城市。来了之后呢，为了租一个便宜一点的房子，就像扫大街一样一个一个的给扫过去。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挺不容易的，一个月就那么点钱，除去房租除去吃饭几乎就不剩什么了，每个月都是一个负数。我记得当时为了买一条便宜一点的裤子，100块钱以下，我就拧巴着自己，其实也并不是就圈了几十块钱，但是就拧巴着自己，我一定要找到。一天下大雨，我就跑了5家换季店。所以我挺想问一下杰哥的，就是去坚持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结果的东西，值得吗？我觉得坚持一样东西，让你当你在想我这样坚持还值得吗，或者说我是不是要放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就离成功不远了，就像一个生长的一个小芽，但是在最后那一刻，哇，算了，我还是放弃，它就差那一下就破土而出了，结果你放弃了，其实你前面所有的坚持都没用了。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一定要让自己勇敢，当你学会勇敢之后，你才发现很多的磨难都是值得。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现在在做电视媒体，做新闻人。在南京。对。你现在一个月挣的钱够花吗？自己一个人在南京生活成家了吗？ 我是这样，我从研究生开始就没有找家里要过钱了。我现在到现在为止依然是自给自足，就够花了。不够的话就找同学借，反正不会找家里要钱。捉襟见肘，宁可伤害同学绝不伤害家人。是。你现在告诉我，就像你刚才问张杰一样，请用一个词告诉我，你现在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实力。我告诉你一个特别空泛的词，是我真实的感受。我刚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因为我是学法律的，我也没做过主持人，刚开始做的时候痛苦至极，我完全觉得自己肯定干不了这一行，因为所有人每次我录节目，所有人都旁边的摄像老师，所有的音响老师都这种，我当时已经到了要
崩溃的地步，每天晚上回去想的都是我是不是要放弃。但是我坚持下来，不是我觉得我有实力，真不是，我是觉得我真爱这一行，我真喜欢这一行，我真觉得每天说，哎，小撒，今天来录一期节目，高兴的呀，激动啊，在宿舍里打好领带去电视台录像，我爱这一行，所以你爱，再加上你有实力，没有干不成的事。谢谢。还有两位女生。谢谢主持人。张杰老师您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向您学习。那我也是一名歌手。哦。我唱歌有七年了，参加过比赛，但是都失败。我的家人，大部分是不支持我做这个行业，但是我的爸爸他热爱音乐，所以他一直支持我到现在。我的问题是，我想请问，在您歌唱事业的这个成功的道路上，您的家人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其实对我来讲，我爸妈给我的鼓励是他们信任我，他们不会约束我的梦想，他们爱我是，就算我现在可以赚很多钱，比老百姓赚很多，但是我妈妈觉得我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她不会说我要当一个新妈，我要干嘛，我出去要跟大家不一样。可能我在改变，我的事业在改变，但她一直没改变。然后，但她其实心里面会承受一些委屈，就大家会说啊，你都是新妈了，你这个都买不起啊，你这个那个的。但他没有，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来对待我，很朴实的妈妈。对，我觉得这一点是给我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今天非常感谢您，张杰老师，我很相信您，因为您很真诚，还有我非常敬佩您的品质，坚强，忍耐，所以我希望您可以 be yourself, be better, 不管有多少人理解你，还是有多少人不理解你，只要做你自己，我们都会支持你，是不是？我也希望你也加油，我相信你也会非常好。谢谢。加油。谢谢。加油。最后一位，曲立夏。杰哥你好，小戴老师好。就是在您第二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娜娜也不顾一些流言蜚语跟你一起共舞。是的。所以现在是好像提到娜娜的地方，我们就想到张杰，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娜娜，你还是现在这个张杰吗？我肯定不是这个张杰，因为每个人都会改变每个人。如果没有娜娜，她不会是今天的张杰。但与此同时，娜娜也不会是今天的娜娜。你刚才说现在提到娜娜地方就会有张杰，我想说的是现在提到张杰的地方也经常会有娜娜。对，那我想问一下，提到娜娜想到张杰，你还希望张杰的名字前面加一些什么名词呢？我觉得谢娜的老公张杰这句话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句话。想问一下，就是网上也有说过，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结婚，有100次掐死对方的冲动，有10次想要把对方踹出去的冲动，那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有过矛盾吗？当然有了。就我相信你们的矛盾，你们的矛盾应该不会用语言的方式解决吧。那因为我是不会讲的，所以我们很多就是你唱他说，他在旁边讲，我不讲，你不说话，对，直到他说累为止。对，有时候也很急人，就是你知道一方在讲，另一方没有给表达，这会得不到反馈，是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原来他们俩在一起痛苦的是娜娜。娜娜每天说半天啊，张杰。那我们就换一个话题吧，就是杰哥出道10年了，所以我想问你，如果现在的你对10年前的自己，你最想说什么呢？真的很感谢那10年前的
那个张杰。我现在都做不到他那一点，他真的脑子里面想的事情非常简单，有好多的勇气，然后对音乐好多的坚持，遇到的困难他没有，就是遇到的不好的事情他不觉得那个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他每一年每一个阶段做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的榜样。你会对十年前的你说，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你，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没有那个时候他的坚持，就没有今天站在开讲了的舞台上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张杰。好了，在今天这期节目录制之前，谢娜给我发了很多微信，我从那当中听到的真的是，我永远不会告诉你他说了什么，但那种关爱，那种就是，哎呀，小撒真的，说我也没法去现场，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么好的朋友，我就像家人一样，我会在场上照顾他。谢娜说，不是你真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演讲，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只要今天站在台上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张杰，所有的一切你都不用担心。这就是谢娜，从来不给我发微信的人，我才知道友情是这么现实的东西。开玩笑了。最后让我们还是让张杰用他最熟悉的方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好吗？好。最后有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因为我不善表达，但是有我跟歌迷之间或者跟大众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就是不说大家彼此也理解也明白，爱不解释。是个月光，亲爱的，我们注定要遇上，风穿过一下，阳光芬芳，我们为何悲伤，拐多少弯依然不完，你是我的信仰，因为爱就是爱，不解释你一定都尽在不言中，是感应是认定是心跳的共鸣，一眼就认得爱是不解释，因为爱就是爱，不解释你一定动情在不言中，是自信是认定是温柔的唤醒，爱不解释，我要如此爱你。